嚼。哎，让人趁机给，哎，还没说完呢，这话。哎呀！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鸡架啊，今天拿着一包让他们吃啊。其余的小狗走了好走了几条了，连包括他，他也没法吃，我还要坐车，所以说让剩下那几只我就不给他弄那个肉泥了，就简单的就给他扔点大块的，让他们抢一抢，吃这个方便。走，拿点化痛，先来三个，抢一抢。上去女王自己抢一个，这边别给他抢，不然有了。小二郎不怕，这速度都够快的。女王你得吃，女王那个谁呀、啊？那个谁？小母。人家俩就抢着吃了，人家不误。啊，你就这样吃呗，刚吃完就真跑了。这哪个？这。还女王没？还女王。他自己发这一个。嗯、这小鹿，其他的小鹿。我摸它没事，你摸它没事。行，这，来，抢，你俩一块上，打不过他吗？那个搂着吃的那个，哎呀妈呀！你看加拿大跟罗伊娜在一块儿。都厉害，都挺厉害的，这护食抢食儿。哟、哦，哎呀，鸡骨头都给你吃没了。嗯，那个特。行，你给你厉害的。这叫小公。嗯，这小公。哎呀，过去两条狗都没打过他。女王就是女王，这范儿。过来，尝一下。哟，这小公厉害，这小公。这谁呀？这是？嗯，这因为脖圈太脏，这个应该是那个小蓝。哎呀，他对你还护食，你等会儿再悄悄的摸他。来，继续。没事了。这次知道了，是我的手在摸。哎呀妈呀！哟，还没靠近呢就开始。这家要是再长上一个月，女王我估计都不是他个头，不是他个儿，嗯，打不过他了就。真厉害。要吃的话，一会儿你还吃不吃啊？他嘴快，但是也抢过来一块儿。再拿一个。都搂着呢，现在。我操，那小母。这些小母看那肚子就行、是，嗯，吃的也不少了。你看这几个加拿大现在的架势，你看没？刚才跟人家抢了半天了，他们喜欢用爪子，你看没？拿爪子摁着吃。太猛了，吃起肉来疯。
哎，这小罗，这家伙真快，人叼到他这儿，嚓一下，他给咬过去了。看小罗大厉不厉害？你呀、啊，你啥不行？你啥？我往这边来，往这边来。乱套了！呀，乱套了，乱套了！这小罗他咬住之后，他就是不松嘴儿。小罗也开始了，呀，你这咋又弄了一块儿呢？我不刚才给你要过来了吗？呀，他叼了两块儿刚才。呀呀，咬你呢！叫啥？那个小罗不怕他，不怕牛。嗯。哎。这人就是吃，你看没？嚼。哎，让人趁机给，哎，还没说完呢，这话。卡脚了吗？刚才。不知道，反正一下就卡脚了。拿过来，拿过来，不让抢了，不让抢了，不让抢了。哎呀，先把它给弄。嗯，先把它拿了，有点错。你别跟人家抢了。女王逮谁咬谁。看看这几只吃起肉来，你看看这个啊，一个比一个凶猛啊。这个女王比他们好。呀。这个女王比他们大点就是厉害，她霸占一个还不算完，我给他们拿回去，给他们拿回去，她上嘴就能抢到，嘴还快。其中有那个小罗呢，就敢跟他抢着吃，那个要是再长长，我估计能打过他。他腿没事了，可能就是被他咬了一下。你拿过来试试啊，没事了。别吃了，拿回去就不吃了。啊，你看呗。只要别的狗靠近，咱叼走，给它，对，咱叼走。哎，对，你们几个分了吧？分了。哎呀，这女王，他们小江他那吃的也不少，他们就是人家上口咬住之后撕下来肉，人家就吃。对对，撕下来那个肉他直接就吃了。你就横行霸道吧啊！他知道跟主人近。嗯、这罗维娜，你说他聪明不聪明？这小狗还叫唤呢。你腿有事吗？吓我一跳。来来，走，过来，走。没事，走两步。没事，俺定个腿。要被他咬了一下。刚才那个咬了一下。啊。你过一会儿就走啊。他没事了。你看他转圈了，看没？够瘸了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我说你给咬瘸了再。他那个牙齿没有那么厉害，他只不过就是一下咬疼他了，这个是主要的。你看他腿上他也没口子也没啥的，对，你伤不到那个骨头。你看那个小鹿，他很聪明，你看他守株待兔，你哎，一看他扭头了，你直接把这块叼走了，悄悄的叼走了是吧？嗯，这肚子都吃的不小了。